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来介绍一块长治农地。农地到庄内商店只要1分钟。想吃客家菜，可以来吃庄内的吴家私厨，偶尔朋友聚聚的好地方。开车2分钟即可上交流道，南下北上一路顺畅。要来屏东市逛逛，10分钟抵达大连路商圈。我们现在在农地正前方，看一下农地林八米大路上，每天都有好心情。现在已经走到农地最里面，我们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。接下来的路比较不好走，大家忍耐一下。我们农地共5分，每1分农地售410万，面宽有21米，深度为159米。农地已经重划过，近期刚重整完，是块豆腐农地，可以盖合法农舍、休闲等等。我们从中间角度看过去，搭配温暖的阳光，是不是很美啊？农地有水、有电、有排水设施，平常可以与心爱的家人、3、5好友种种花草、蔬菜，小朋友随意追逐、嬉闹，享受田园乐趣，简单自然生活即刻开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加分享哦。